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要测试的是如何预知远洋访客木有鸭的抗搏术。哦，当然这一段影片是播给不知道的人的，哦，知道的人就可以略过了。简单来讲，我现在要开机爆发。但是理论上，我的确是不知道它的抗搏术是多少。哦，这是玩好玩的，这个没什么啊。可以看到台面上有一二三四种颜色，所以最少的话，正常来讲我会做四 combo，然后一般人应该不会用妲己了，因为开妲己下去看不到 combo 会死掉，会有这种感觉。可是我试一下。好，来给大家示范一下。现在好像看不到康博数嘛，对不对？有看到吗？有没有看到？我们看到台面上已经出现康博数了，所以我只要做一二三四，好，用妲己、史莱姆王还有火妹都可以做出这样的效果。好，算是一个小技巧而已啊，没有什么。再见吧。哦。很好，宝箱又是宝箱，哦，以上这个一个预知那个康博术的小技巧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哦，看一下有没有排行榜有没有上去，哦，有了，破纪录了，应该是很后面的，看一下，因为我用这一对魔队的话，排行榜会超级远的。如果要看这个队伍的影片，我的 YouTube 里面也有，最后一名，打了50，没有，因为我中途还要做别的事情啊。理论上大概30-40分钟。好，以上这个是一个那个预知康博术的一个小技巧的分享，给大家参考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